主料：玉皮300克，红椒一个，泡发香菇4朵。辅料：姜3片，葱2根，盐爆至一勺，生抽、料酒、鸡粉、水淀粉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鱼皮泡洗干净，姜、葱、泡发香菇、红椒洗净备用。红椒、香菇、姜切片，葱切段备用。锅里放水，放入姜片和葱和料酒，将鱼皮略飞水，飞过水的鱼皮烧灼或冷喝备用。锅里放油，爆香姜片和葱白，放入香菇片略炒，放入红椒略炒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调入一匙够爆至，适量的盐、鸡粉、生抽，倒入鱼皮烧煮片刻，够薄瓷，放入葱段即可出锅盛入较深的盘内。烹饪技巧：买鱼皮时尽量挑皮肉质的稍厚的，那种鱼皮爽脆，太过薄的鱼皮煮熟后软绵没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